冥王殿战魁到了。阎王殿的人真的来了？冥王殿最恐怖的东西就是阎王铁，受到阎王铁必死无疑。这阎王铁一直都是普天之下的禁忌啊。您就是冥王殿的战魁大人？哎呀，有失远迎，失敬失敬。大人，不是我们照顾不周，实在是有些人不识抬举。我们是受店主召见而来。这样说，店主大人就在这现场？没错，他早就来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漂亮小丑，我跟战魁大人说话，你废什么话？闭嘴！我这次来是带着任务的。战魁大人，什么任务啊？送阎王铁，阎王铁到，敲响丧钟。